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们的无私付出，举办了新城乡113年度的模范绩优志工表扬活动。活动安排精彩的表演，让辛苦的志工们欣赏。而紧接着，乡长何立台与贵宾们感谢所有的志工辛劳付出，颁发了绩优奖杯给每一位获奖的志工。今天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的无私付出，并发扬模范志工的事迹以及精神，并且在回南湾餐厅举办新城乡113年度模范绩优志工表扬活动。社会科长林辉表示，新城乡这几年在乡长何立台带领之下进步迅速。他常说名利无穷，平时有默默为地方付出的志工伙伴以及全乡乡亲的协助以及支持，才得以让乡镇顺利发展。因此也每年办理环保志工表扬，邀请乡内所有的志工伙伴以及环保志工共同参与。除了表扬仪式见证之外，更要借此活动向所有志工们表达感谢之意。让各位在整个服务的，不管在哪一个单位也好，包括我们的志工团体协起名利啊，以及啊一些站里面的一些工作，又有各位的这个支持协助啊，像在义警、民防、行手、义消以及所有健康站的志工人员，以及我们一些社团当中的一些协起的名利啊，可以说让我们新城乡温暖不少。因为各位的这些付出啊，是祥和的新城乡，祥和的社会，更加让民众感受到新城乡的幸福感。所以公所一定要每年都要举办为这些义务来付出这些协起名利人表达自己。新城乡民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村长联合会长何立峰也感谢志工们用心和努力。那我们代表会首先要恭喜得到模范志工的志工们，恭喜你们得喜殊荣哈。然后也感谢各位志工对新城乡的付出，有你们新城乡更好更美满哈。非常感谢大家呢，利用这个假日呢来参加乡公所所举办的这个志工表扬活动，更要感谢大家呢把所有最宝贵的时间呢奉献给我们新城乡的各个社团各个社区呢，帮忙大家维护治安的也有，打扫环境的也有哈，各个层面都有哈，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站在何立台表扬绩优的模范志工，以彰显模范志工事迹和精神，成为全乡表率，并表示因为志工的投入，才能够让新城乡成为温馨的幸福之乡。透过绩优志工表扬活动，弘扬志工美德，鼓励民众于生活中具体发展行动，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增进社会祥和。表扬活动进而发掘感动人心的事迹，并使社区民众、志工们齐聚一堂，增进沟通、意见交换，分享性的共同成长。新城乡是一个大家庭，期盼更多乡亲投入志工行列，共同为我们的家园努力。乡长何立台也特别感谢立委傅昆萁、乡长许正伟多年来积极凝聚民众力量，投入社区治安、医疗、长照、救灾等工作，成为名利无穷的幸福大县。以这次活动来感谢全乡志工无私的付出和贡献。记者金弘毅，新城报道。